看到一张手写佛家大营的控告方方书，控告书里头说方方干了严重伤害国家、勾陷国家的事情。来问哈子，方方的日记是莫忘严重伤害国家了，是不让医生戴口罩，还是帮王家烟扩散病毒了？是散布美丽阴谋论搞的全世界骂你了？一开始你们骂武汉人吃蝙蝠吃出来的病毒，接着又骂别个市政里是死蝙蝠，你们一贯的傻思维不来也乐不出个么事情来，反正就是关起门来互相骂。就算国际领导们来回甩锅，那也是关起门来甩，外面还得同情哈子，中国人真是被死。不晓得是哪个坏，这里嘛不是傻是坏，绝对的坏，先去跟美国军运会头头。这个坏老真毛安好心，本来甩动物市场蛮好的，非要编个美帝头头，好把全世界都点醒了。正在全世界查病毒来源，全世界要索赔。病毒是不是人造的都好几年查，病毒从哪里扩散的一目了然。你自己看哈子时间线，莫说开始被西方围殴的，不就是你们这些到处喊美国头头之后，莫子叫勾选国家，这才是勾选国家。本来蛮值得同情的事，硬是被搞得四面楚歌。武汉封城，别个又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送口罩，又是瑞德西韦开放分子式的送礼物。等别个疫情爆发，傻竟然跑个点赞，点你妈的赞呐、啊，真是少得可死的，搞得中国人像个白眼狼一样，这才是勾选国家。别个国家口罩没收的不够，出口的医疗用品是能赚钱的事情，又有怀疑起来害人。叫别个在俄文枪凹的找手足，拿口罩擦鞋，还你妈拍个视频到处转发，生怕别个看不到。好嘞，别个不买了，么事都不买了，订单都不割了。刚复工的人又放假了，么子叫祸国殃民，这才叫祸国殃民。昨天14号，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部抗议了，抗议么事？抗议不晓得是哪个坏编的文章，哈国为何想要回归中国？妈哟，真是死不臭，跳起来臭。这才是勾选国家，晓得噻？你妈为了这点点。